超级健康麻辣烫。首先呢，倒一点点的油，葱姜蒜，把它放到锅里面。下面呢，就是豆瓣酱了，这么大一块火锅底料，那先把它炒开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就开始加水了。下面就是超级健康麻辣烫的重点食材——纯牛奶。下面就开始下东西了。好，现在已经煮开了，青菜来几片。倒酒。